有件事儿，我一直瞒着你。你有对象了？我有一个儿子，他是先天性的自闭症。真的？当然，我知道每个正常人对这个都很难接受，就是他亲爸爸都不能接受，更何况说非亲非故的人。很好，很好。你说什么？啊，你儿子都有什么症状？他就是不说话，不跟人交流，经常发呆。 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暴力倾向。很好，很好。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？太好了！啊，几岁了？什么时候发现的？都做过什么治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什么太好了？啊，你儿子太好了！你怎么说话呢？ 管小姐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们两个这是历史性的会面，这才真是门当户对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。管小姐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看我这个人呢，正好是脑外科的大夫啊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好多年了，而你呢，正好有一个先天性自闭症的儿子，这不是太巧合了吗？啊，不过。 我要征得你的同意先啊！你可不可以让我给你的儿子做个小小的手术？小小的手术？啊，双侧前额叶脑白质切除术，还在实验阶段。不过我已经在猪狗羊和麋鹿的……对不起，买单。我儿子不是小白鼠。哎，小姐，管小姐，你别忙走嘛！管小姐，管小姐，你听我说，听我，不好意思啊。 管小姐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有的人因为这个脑白质切除术啊，治好了精神病，还得了诺贝尔奖呢。还有人治好过吸毒的，当然，我并不是非要得什么诺贝尔奖，不过手术一旦成功，那将是轰动性的学术成果的啊。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攻这个课题，一直没有成功呢？那是因为切的位置不对，我这个位置是非常准的。 我是经过几百次动物实验得出的结果啊，我这个成功率是很高的。对不起啊，我家里还有事儿呢。管小姐，我还跟你解释啊，我开车送你啊。 哎，大夫啊，听说现在的药价太贵了，要降价是吧？怎么，这个药价问题不归我们大夫管？管小姐是住几楼呢？哎，就住楼上那儿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啊，好。哟。 小心没摔下去啊，拜拜。你好，管小姐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没想到吧？啊啊，这就是端木歪歪吧？啊啊，哎呀，好，太好了，太符合标准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很好。哎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，管小姐，还记得？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哎，
管小姐，我在很多动物身上做过实验的，成功率很高的，你再考虑一下嘛，管小姐，考虑一下啊，考虑一下啊。哪条法律写的住宅门口不让睡人呢？不管哪条法律，你也不能在人家门口睡啊，人要出来怎么办啊？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好狗不挡道，更不堵门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你怎么跟我老婆说话的啊？哎呀，老公，你说你干嘛呀？你一脸摔跤的，手底下没个准儿，你万一再把他胳膊腿儿给弄折了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你们这没素质！哎，好了，哈哈，耶！屋里坐，屋里坐，来来。不认识我啊？哟，出来了。老板呢？楼上。最近皮皮来过吗？你被抓起来之前还在给他打电话是吧？他怕你把他供出来，吓得连夜就跑了，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。这条街我都转遍了，我真的实在是没办法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小乔，我这不是福利机构，要不这样，这点钱你先拿去对付几天。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没地儿住，你给我个活干行吗？拿着吧，小乔啊，想找工作还不容易吗？有手有脚的，只要努力，总能找得着。大姐。你要点什么？我要11块棒棒糖。那你拿吧。
明天去了，明天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谁呀？我啊，大姐。你怎么出来了？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又不能在里边住一辈子。你来干嘛？大姐，楼上我东西呢。你偷的那些东西，警察都给抄走了。我偷的东西，抓我的时候警察就抄走了。我说的是我自己的东西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不管我是谁，大姐，那是我的东西。您就算不找个地儿给我存起来，也不能说没有就没有吧？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去找警察要吧。你这叫不讲理吧？来横的是吧？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就打110报警。你报警？你告诉警察有人抢我东西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大姐，那箱子是我的。那个东西一定是赃物，我留着是要交工的。大姐，那东西是我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死人的东西你也敢偷？丧门星，快拿走，快拿走。是你楼上的钥匙。
么拿妈妈口红乱画呀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乖，捡起来，捡起来好不好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的？啊，快给妈妈捡起来！拜拜，给我捡起来！拜拜。这样啊！你快点出来，给妈妈把那东西捡起来，你要不然你太不像话了，拜拜，你越来越不乖。我刑满释放了。哦，对对，是减刑了哈。来来看看你，谢谢你啊。来，来喝口水吧。谢谢你，我都不知道该跟您说什么，因为您看以前因为这个就让您。这我进去以后，您又给我送衣服又送钱，这不都出来了吗？出来就好好做人挺好的，别有什么心理负担啊。知道知道知道，今天来没别的，就是想来跟您说声谢谢。也没做什么事儿。来来来，坐一会儿吧。不坐了不坐，我走了。喝杯水啊。哦对了，那个我马上会去找工作，然后我反正会很快的把差您的钱还您。好好好。什么小孩呢？嗨，还说小孩呢，刚这跟他正吵架呢，他这他把这墙上给画了，我一说他把东西都给我扔一地，我说让他给我捡起来，生气上我屋里边去了，我这不叫他，他不出来吗？我小时候也满墙画，我啊，谢谢谢。我看见你画的气球了。画画的真棒，但下回别摔妈妈东西，去帮妈妈捡起来。拜拜，谢谢你啊。大姐，我先走了。拜拜。你刚才说你没地儿住是吧？啊，我这有一间房是空着的，
骄阳在我这儿住下以后，就去劳动市场找工作。可是像他这样，一没有文凭，二没有经历，三没有户口的三无人员，能找到什么工作？结果，连想都不用想。这上面有适合你的工作，我都拿红笔给圈上了。啊，谢谢啊！你不吃啊？你吃吧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以为你打的。哟，对不起，打错了，打错了。啊，曹红啊，关静竹啊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是一男的接电话呀？我还以为打错了呢。哎，啊，曹红啊，哎，什么呀？你别瞎说。不是不是。哦，行，那我去你那儿啊。你往我这儿来呢，那行，咱俩楼下见。
拜拜。你可真行，哎，人家都说这蔫人惹大祸，我以前不理解，我现在理解了。哎，你怎么就敢那么干呢？啊，就那样个人，我都不敢，你还真敢你。哎呦，没有多大事儿，你看看那孩子，他挺老实的。小子，咱出去练练去，啊？哎，这一下可以安心工作了啊！白天歪歪有人管了，别挤得我行不行？我离后悔还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容易吗？这人工多贵呀、啊，我一万多块钱呢。哎呀，这样你才有动力上班挣钱呢，对吧？那我只能请你到我们家去喝粥了。哎，喝粥好，我爱喝粥。但是，等一会儿，估计过一会儿老李就把那小子收拾的差不多了。什么呀？收拾谁？刑满释放的呀。怎么收拾啊？还能怎么收拾？摔呀，得摔老实了才行啊。行，就你们家老李那身手啊，江阳算残了。走了。小样，有两下子啊！行，不过你那是野路子，碰着我们学院派，你就不灵了。你犯规你！你赖皮你！再来！你赖皮，我不来了。
我接个电话。啊，行行，你忙，好好干，多听老板的。谢谢你，老李。谢什么呀？这谢来谢去的，可就见外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您慢点。哎，慢走啊，李哥。喂，来个人。哎，来了。你回来了，啊？哎，你听着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还得谢人老李。给。啊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我吃过了。吃不吃？我做饭吧。擦干净点啊！哎，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也都是死角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有个约会，你得给我把它擦的跟新车一样。好，我到时候给你小费。不收，这儿不收小费。反正你给我擦好了，以后我常光顾你们这儿就是了。你放心吧。给你买了一好东西，见了面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哎呀，哎，来了。教养，我是管建竹，我今天晚上得加班，你帮我介绍歪歪吧。那个地址我就写在那个黑板上了，还有那个桌上有50块钱。行了，别逞能了，我知道。
吵醒了吧？对不起。谢谢你啊。人呢？那小偷呢？洗车吧。洗什么车？你把他给我交出来，我找人。找什么人？我昨天在你们这儿洗车，我车里的钻戒被偷了。昨天谁给刘伟先生清洗的车厢？好像是那新来的女生挖的。就是他。昨天就是他拿了我的首饰盒。过来，过来。有个客人说你偷的东西，你到底拿没拿？我没有。那你给他说清楚，好好说，咱做生意的丢不起这个人。我没拿你东西。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明天没有你，最美的阳光不会照耀大地。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明天没有你，最美的星空不会有传奇。遇见你是命运的奇迹，在我心里留下痕迹。陪着你是生命的惊喜，让我永永远远爱着你。在季节里感受你的呼吸，在孤独里感受你的勇气。 Pretty love， 如果世界没有你，如果明天星空不会有传奇。